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翻到嚟 Pokemon 特别篇 Red 啦。咁今集翻到嚟咧，就系咧要帮小蓝手去进行一啲计划啦。因为咧之前咧阿 Red 咧就俾人偷咗呢两个徽章啦，而小蓝咧亦都讲咗啦，如果想要翻两个徽章咧，就必须要帮佢手嘅，系啦。但系咧就唔知道要帮啲咩嘅，暂时。好，我哋先周围睇下有冇啲咩特别嘢先。嗱，呢度有火狮兵团喺度守住啦，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做。有啲咩事情要做呢？呢边行得嘅，咁应该唔系呢边啊，唔通系基地？见到啦，见到啦。唉，或者咧，佢攞翻光碟咧，就唔会追我哋嘅，即系光碟依然喺我哋手上啊嘛。哦，你系讲我呢张光碟个 CD 啊嘛？哼，经历咗咁多麻烦，你话我会咧咁轻易放弃咩？嗰啲傻傻地嘅得到嘅系假嘅，我手入面嗰张 CD 系真嘅，嗰张 CD 咧可以帮我捉到有史嚟最可爱嘅精灵啊！梦幻，等阵先，我俾你睇下，出嚟啦，八边乖，俾佢睇下咧，梦梦个样啦。呢个以前咧，纯墨镇见到嗰只精灵嚟嘅，嗰只就系梦梦，冇错啊。由八边乖变身嘅咧，唔仔细睇咧，系睇唔出真假嘅。而家去玩下班咧，傻仔啦，去梦梦啊，废嘴。啊，你喺度做咩啊？嘻嘻，八边乖咧，将你引开嘅时候咧，你同我去追真嘅梦梦。火箭兵团认为你是我的拍档，所以你最好跟我保持合作啊。好啊，咩话？hey， 唔使嬲啊！依家咧，我要将 CD 咧传到嗰个嘅西尔佛检测镜，即系嗰啲细胞嗰啲嘢啊。搞掂，喺呢一个嘅玉红市西部接收到很强嘅、好强嘅一个精神信号。西部东南西呢边 ，OK， 呢个系要触发剧情先行得嘅。啊，唔系呢度咩？玉红市呢度唔系玉红市咩？呢度咪玉红市咯？呢度玉红市啊？系玉红市西部呢度？边度啊？呢啲地方，哎，见到啦，喺度。系蹦蹦啊！趁佢未走咯，捉住佢出嚟啦！奇异草，哎，野生的梦梦出现了咯，咁捉唔捉得噶呢度？我有几多精灵球？我得两个精灵球嘅，先试下先啦，先用电磁波先。哇，咁醒目嘅你用神秘护符嘅，先 save 先啦，惊我惊一下打死佢，但好似唔会。哇，俾佢一嘢挥子弓挥死咗，呢度用夹技打佢啦，费事死嘅佢。哎呀，死咗！复特攻击，复特。OK， 呢度用泰山顶。哎，得啦，睇下得唔得啦？睇捉唔捉到呢只，系唔得嘅，即系话捉唔到要打死佢啦。好得，太强啦佢。啊，呢位咧，你用同样嘅百变卦咧就呃到我哋啊。哦，睇你佢哋睇识破咗咧百变卦变身，我哋咧必须咧佢哋咧之前咧捉住呢个梦梦，我嚟对付佢，你去对付只梦梦啦。一个打三个要我电磁波，黑色眼睛，复特，再复特。搞掂啦！玩够未啊？迷信者做低佢哋啦！诶，佢哋走晒，梦梦都消失咗。振作啲呢个咧冇办法嘅事嚟噶，总比咧俾火箭兵团捉住好。成功影到咧传说中嘅精灵咧喺玉红市出现，一定可以卖到好嘅价钱。你几时影噶？你真系喺我咧同火箭兵团战斗，你竟然做啲咁嘅事？再见啦，我要揾咧卖家啦。是但你咧，佢将啲咩跌落地？有张纸条。多谢你做起一切嘅亲爱的，呢一个系你嘅徽章，爱你的小蓝喎，攞翻徽章啦咁就，好似咧佢都冇咁坏嘅，多谢你啊，伙计，好好休息啦，狩猎梦梦篇章结束 ，OK， 咁就完结咗啊呢个篇章，呢个小蓝嘅性格大家觉得如何？啊，虽然好聪明啊，但系就成日都咧谂嗰啲一啲蛊惑嘅嘢啊，少。一个小把戏啦吓，好，我哋 3D 龙，呢个咪 3D 龙篇章啦，等下先 ，3D 龙，哇系 3D 龙，九尾之针啊，呢啲我都冇乜点，冇乜印象、啊，哦系你嘅，你讲嘅嗰个 3D 龙系你啊，太有型啊 ，3D 龙咧好稀有嘅、啊，我呢一个咧系咧火箭嘅游戏城得到啊，正如佢哋所讲咧，如果唔系自己收服嘅精灵好难控制，因为太唔实际啦。你点解唔将佢收翻去精灵球？你以为我冇试过咩？但系呢只 3D 龙咧太鲁莽，佢不停咧喺个精灵球跳出嚟，我要令佢咧变虚弱。但系我嘅精灵咧都系忠心嘅休息嘅，咁我嚟处理啦。
杀人中捉得噶，应该都系唔捉得噶咯。我谂呢啲剧情嘅全部廿天系啦，唔得啦。咁既然系咁，我哋直接打死佢啦要。哎，换咗种，输入腹股添，跟住舐佢，舐死咗啦。好，多谢你啊，帮我哋转头 P， 翻几下啦，哇！面红喎、啊，我想睇多几廿嗰只BD龙啊，好佩服，但我有其他嘢要做喎、啊。我即刻走咗、啊，我太攰咯，要应该咧喺度休息下几个钟头后。咩嚟噶？咦？呢个火恐龙同埋狗尾喎、啊，就呢个声啊！火恐龙用毒尾，毒尾攻击，做得好啊！虽然你系火系精灵，并意味住咧，好似我啲咁强嘅训练师唔可以教你其他唔系火系嘅攻击。 诶，咩事啊？做咩走过嚟搵我咧？狗尾，只狗尾仲要识笑咁个样，我再 save 睇下，仲捉到啦又，都系唔得啦！福德，我一下打死我，一下水技死啦你！搞掂佢啦，我打低咗狗尾嘅，投掷咗高级球。你要做咩啊？系我虚弱佢噶，咁又点啊？但系我捉住嘅，佢系我嘅。 系我嘅，哇！喺度闹交啊，讨厌嘅 Queen， 狗尾战争结束啊，就系咁嘅，原来呢、這个大家争呢只狗尾啊，好，特防增强剂 ，OK， 我呢只嘢要升一升嘅话，先催眠先，几分钟，飞快到，哇，咁快醒嘅你，拎埋精灵球，黄金喷雾。 太低咧啦，騎草走唔到，成日都單車路咧下坡，當你騎單車要小心。外探咩話？咁你點解俾佢走？希望佢幸福。妻子30年前離開我咧，去追求佢自己夢想。佢話俾我聽咧，30年後會翻嚟，已經35年啦，你仲等緊。咁你點解俾佢走？我希望佢幸福。OK， 我帶咗張呢個釘咧跌咗落嚟，送俾你。我唔想要啊，攞住。鋭利鳥嘴喎、啊，呢個係爆擊嗰個啊。 冇记错，我飞行嘅技能上升，我冇乜飞行重力。Green，你喺度做咩啊？离我哋上次战斗咧一段时间，我弱小可怜嘅朋友。仲有咧，我想咧挑战，训练下我嘅 BD 龙去接受呢个挑战。我做好准备。哇，唔够 level 喎，应该一下打死我。我死咗。猴砸地球竟然系一只蚊香话打赢晒成队啦。 飞天烫哦，急冻光线，哇！佢用嗰招高空飞行技换走即刻，佢<笑>换嗰招高空飞行技旋风刀喎，赚！如果我，咁都打唔死，又要换重，得翻一只啦，真系。飞飞鸟啊，急冻光线 ，OK， 多变兽啫 ，飞天 龙啦，水，哎，佢 copy 咗我吸水喎，copy 咗我储水，空手 pat 啦。 诅咒呢件用，哦，再见啦，你可以火恐龙想赢我，大癫真啊！你嘅狗尾呢？就系咁啦。等阵先，你嘅狗尾呢？哦，佢仲喺精灵后度啊！我点解唔用嘅？冇必要啊，有呢个必要咩？<笑>再见啦，你输咗啊，大你呢度。剧情上可能你赢咗佢，但系游戏上我赢咗你喎。呢啲可以打交啊，使唔使？我需要翻嚟换一换血先。 我有冇學習裝置係神？其實冇，冇學習裝置喎。係喎，冇喎。翻嚟換血先。依家主力真係得翻大力嗰下，其他全部都唔係好打得。如果有學習裝置就好啦。或者等遲啲打啲水係精靈嘅時候咧，咁奇異草就可以升下你。依家全部周圍都係有嗰只咁啊，比比鳥。有比比鳥咧，咁真係奇異草咧升唔到你，因為太飛人係打唔贏。 啲冇特别啦，哎，呢个就系生活，我唔知自己咧点解会突然间咧拥有呢架单车，但系呢个唔重要。Boom！哇呀！你哋咧唔通咧唔睇睇你企喺咩地方啊？你班人停低，唔好靠近咧呢个 Edika 小姐一步。我唔理佢系大小姐定系咧公主，我要你向我道歉。等候啊！呢个系俾你最后嘅警告，应该你要说算是。好，呢度 save 先。 哦，未解决，啊、我唔在乎，我要我道歉啊，咁就咁啦，唔好话我冇警告过你。喂
系佢嗰啲手下嚟嗰啲，唔知咁威啊草系，唔知打唔打赢先真系。试试波先，摇火舞即刻换，换做呢个大力王。哎呀，又用摇火舞，喂，又摇火，点知翻身，一下死咗，急冻光先。诶，得啦，赢啦，赢啦。好啦，克林顿系我哋个错啊，即刻向呢位年轻人道歉啦。好嘅 ，Eliga。哼，你仲唔将个头咧揼低？道歉咧系咧玉红氏嘅名门望族嘅独生女 Eliga 小姐，仲系咧呢个馆主添。克林顿，啊唔好意思啊，请接受我咧最谦卑嘅道歉。啊，算啦，好抱歉啊，希望你冇受伤。算啦，你系咧馆主啊，我要向你发起挑战。我已经获得咗咧两个徽章嘅训练师嚟嘅，灰色同埋蓝色，即系佢打赢咗小刚同小夏。我明啊，我接受你嘅挑战。但系咧，我有条件，我唔会咧同咧冇本事人挑战。你揾我啦，我会话俾你听咧。如果同我战斗，你需要啲咩？名门望族，衣背进化，我冇衣背。好，转眼间咧，我哋嚟到呢一个嘅草艺道馆啊，然之后入去啦。究竟有啲咩等紧我哋咧？不过我都惊有啲难打啦，因为我成队嘅队伍咧，只有一只大力蛙可以打得赢啦，其余都冇咩技能可以打得赢佢哋噶啦，系啦。好，如果要证明自己一个咧系值得挑战嘅人咧，挑战我嘅人咧，必须捉住一只衣背喎。我喺边度可以揾到衣背咧？正辉你喺度做咩啊？正辉又突然间出现啫，我只系嚟睇下啫，我唔使在意，睇嚟好烦恼啊！做咩？我需要揾到衣背啊！哦，揾呢个咧，仲不如喺大嘴雀背上跳一跳，唔知咩？你真系咧接咗一个咧苦差事，衣背咧好稀有嘅。虽然咧听讲咧最近17号道路咧发现咗一只。17号道路边度系17号道路？后生仔呢个咧可能会派上用场，一字斩居合斩咧，你只要咧企喺棵树度揿 A 咧，佢就可以斩到你，甚至唔需要教俾精灵，但系亦有局限性，只有当你有学习嘅精灵嘅时候先有可以学习。哦，哦，原来系咁啊！依家应该系唔需要有，唔需要教佢技能都可以用到啊！哦，几方便咁真系，但我唔知道17号道路喺边，我冇地图喺身啊，系咪真系嘅？试下先。傻啊！我记得系可以嘅。奇草喎，就话第一位玩我啊！我呢一个真系几方便喎、啊，這个啊，犀利噶，唔需要学呢一个 HM 技能都可以用到 HM、啊。喂，等一等，一次过斩晒喎，正辉，我终于赶上，我又找到一个咧关于呢只稀有嘅伊贝嘅情报啊！一个伐木工咧话伊贝识喷火，所以佢系火系嘅。点解你会走入嚟嘅，正辉啊？你唔系去做紧嘢咩？突然之间走入嚟做咩？诶、哎，伊贝喺度，呢系雷伊贝嚟，仲有冇其他地方啊？呢、這个阿伯唔俾行 ，OK。好啦，今集时候就玩住咁多先啦，咁下集就去呢一个嘅伊贝劇情同埋草系道馆嘅劇情啦，咁今集时间嚟呢度先，我哋下集再见啦。咁鍾意嘅话呢，记得畀个 like 啦，同埋呢未订阅嘅话，咁我订阅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